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。我们现在出席委员有十人，已足法定人数。我们现在开会，请宣读报告事项及本会及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。好，宣读，请宣读。宣读报告事项：一、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，立法院各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二人，由各委员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。二、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，如下：一、苏正清；二、陈明文；三、林代化；四、高志鹏；五、黄伟哲；六、邱义莹；七、管碧玲；八、邱志伟；九、苏志芬；十、蔡培慧；十一、廖国栋；十二、孔文吉；十三、张立善；十四、王惠美；十五、徐有明。报告事项宣读完毕。好，谢谢。本次会议议程为选举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，依规定本会应自召集委员两人。那么选举方式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，有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进行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开始进行选举哈。我们请推定要有发票员、有唱票员、也有计票员及监票员各一员哈。那么来，我们现在请委员大家来推举一下，我们谁要担任发票员？那个陈明委员，你来做发票员，好不好？无错啦，我来做发票员。啊，你做老大，你来做第一个啊！啊，无我你做干票。哎，有一个干票，爱做爱张家爽。哎，我们这是为国为民，我们等一下有保安要协商。啊，可以同一个人吗？都可以同一个人吗？可以。好，那。啊，来，那个苏委员该见了，我们请苏志芬苏委员来这发票一个尔，好不好？好。啊啦。来啦，来啦，我们请苏志芬委员担任发票员哈。啊，那个林代华委员为唱票员哈。啊，计票员都可以重复吗哈？好，那一样请林代华委员担任机票员，那朱秀也当这监票员呗，可以吗？大家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。那主席就那个总召你都没用，拍摄不干嘛乐还您啦哈，有您大家弄得劲。那由本席来担任监票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投票。那我们投票的时间，请大家做个决议。赢的公没算，嘿啊，所以那个哎，来，哎我们。好，来，本召集委员选举截止时间为到12点，12点开始开票，并延长会议时间至开票结束后再散会。但是如果所有委员均已出席并完成投票，则提前开票。请问有异议？好，无异议。那我们，一个娘啦，你没烦恼啦，姐啊，无啦，伫家娘 OK 啦，没烦恼啦，有啦，伊拢伫家啦。好，那个现在进行选举，请各位委员依序至主席台领票。好，先来。好，现在开始投票啊！
了解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现在所有委员均已出席并完成投票，所以我们现在进行开票，请唱票人、计票人及监票委员就位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进行开票。这个要这边，这个要录音啊，这个要录音啊。Hello。重来。我们重来，因为要录音哈。都重来一次，来来这边，来这边。你念了以后，那个人附送的时候，对，附送的时候是一定不对。啊，但是要录音啊。好。林黛桦一票。我来。林黛桦一票。好，再见。廖国栋一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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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林黛桦一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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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廖国栋一票。廖国栋一票。廖国栋一票。苏振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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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苏振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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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票。廖国栋一票。廖国栋一票。廖国栋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苏振清一票。苏振清一票。苏振清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林黛桦一票。那总共高八个票数，苏振清委员五票，廖国栋委员四票，林黛桦委员六票。好，谢谢。带过六张嘛？对对对，对，好。好，现在宣布选举结果：出席委员15人，发出选票15张，有效票数15张，无效票数0张。苏振清委员得票5张，林黛桦委员得票数6张，廖国栋委员得票数4张。由苏振清委员及林黛桦委员当选为本会期召集委员，本日议程处理完毕，我们现在散会。